落個冷馬，記得俾個 like。好，洛哥賽馬精選貼士第二節，咁就四五六場，咁啊分三節嘅，三場三場。咁啊點解係三場三場咧？今日十場賽事，因為場一級賽就唔俾啦，大家欣賞一下。好，咁第四場開始，四班一千米嘅賽事，係啦。咁啊呢場馬咧就有幾隻新馬。咁就五六七號啦，但係我自己咧就睇過一般咧，咁要再睇一睇先。咁啊，一號嗰只天天同樂就上次贏過，咁啊呢場馬都難估嘅，有啲近績就幾好。咁就俾住只紅錢度先，今季嘅新馬，咁啊未贏嘅何澤耀、呂建威，咁啊呂建威爭緊啦嚇。咁啊！呢只馬咧上仗就係小麗騎，輸三個馬位後上。咁啊，金將就配啊何澤耀啦。咁啊，睇下可唔可以轉一轉，又再高少少。因為原本騎嗰個艾少麗就係騎咗紅日射。咁啊，但係又咁喎，紅日射艾少麗又未騎過嘅，即係佢哋嗰啲嘢就估唔到嘅，唔係行內人啊，圈中人啊唔知嘅。咁唔好理，我要住隻紅錢到先，另一隻有嘅再俾落去留言區。咁就今個禮拜有啲轉播嘅賽事啦，咁就喺四五場中間咧有場東京優駿，即係日本嘅打比，咁啊東京競馬場2400米，咁啊稍後我都會研究下噶啦。咁啊其實點解我會俾海外呢？唔係話近排勁就俾我，而係我對日本嘅賽馬都會買嘅，因為日本賽馬比較簡單少少，尤其是啲一級賽。咁我出片先講。咁啊，講翻呢場馬五場四班千二米嘅賽事，第一隻立白川周俊樂四號黎超星馬房。咁啊，上仗輸個頸位後上嘅，咁啊黏地咧喺跑馬地，咁啊今次轉翻嚟沙田都係周俊樂，直路長少少，咁啊希望今次會騎得好啲啦，即係黏地亦都唔怕嘅，唔代表係水馬唔怕咋，咁啊基本上馬我唔會話啊見冷就俾或者見熱就俾，總之啱就俾，係啦，即係唔會話一味俾大嘢或者一味俾冷門，總之啱就俾，我睇到啲嘢就俾。即係當日星期三，我點解飛只美麗歡聲加只好好分呢？都係咁嘅原因，我係覺得好好分嗰個狀態上升緊，地啱去跑，所以我就改只好好分。咁 OK， 咁只嗰只美麗歡聲都跑到第二，咁另外一隻就跑第三，咁就係啦。咁啊，總之啱就俾啦。另一隻今季新馬極速贏，咁就周俊樂騎開，佢係騎一隻立白川，咁呢隻就揾咗湯普森，未騎過嘅，咁啊但係就神操摸過下，咁啊再留意下啦。咁呢隻馬就過往多數跑千四，咁啊最叻嗰次第三，但係千二最初兩仗好啲，咁今次縮翻落嚟。咁啊，睇下會唔會再好啲？但係上將咧，咁啊退出咗嘅，咁啊隻頭部受傷啦，頭部受傷起個瘤嘅啫，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再睇睇先。好啦，跟住去到第六場，咁啊四班千四米嘅賽事，咁啊場場都出足噶啦，十四隻。咁啊！呢場馬就冇乜重心馬，我睇就冇乜重心馬。咁啊，先俾只博愛先鋒。咁啊，何銘年近兩仗都係佢騎啦。咁啊，其實無畏傑近排都唔錯嘅。
馬都唔錯，不過就欠啲運，多數都亞軍啦。咁啊呢只馬後面嚟騎過兩次啦，騎得唔錯。咁就上次跑黏地就跑第四。嗱呢只馬咧黏地一般嘅啫，咁啊上仗第四都輸四個馬位嘅，前仗咧反而輸一個馬位，即係名次啊一個第三一個第四咧，但係個馬位距離啊多好多啦，咁所以要留意一下個天氣。另一隻周同學曉峰11號容天鵬馬房，容天鵬好似近期都唔多見啦，傳聞又話唔舒服咁啊，希望佢身體健康啦。啊，佢都用心去練啲馬噶，容大夫。咁啊，呢只馬咧就周俊樂騎開嘅，上仗轉咗班得嚟，差唔多啦，大家騎都差唔多，冇話高低嘅，冇話高低嘅，咁啊要住先。咁啊，周俊樂神操都摸過嘅，咁就之後再嗰幾場繼續跑，咁啊多謝大家支持，俾個 like。